安排一首歌曲。哦，好，继续安排。I don't know, I love you. I don't know, I love you. 啊，国语咩来讲？我不知我爱你。你要叫为人听吗？台语叫做我唔知我爱你啊，英语叫做我唔知啊。英语就是头先讲的啊，头先翻的啊。英语讲的就好啊。情绪侪拍袂行，真的吓，我就知你就想要腾腾，就想要腾腾都久啊。真的啊，太热了，很热吼。没啦，啊，你电脑应该互你吹啦。啊，就拢换你响。对啊，你就知影。遐好啦，你会遐好哩较好。遐转票，我遮半票。无你若电脑咧吹滚，就自然就会飞啊。对啊。我就看到迄条黑啊。嘿啊。嘿，你今仔穿黑色的啊？啊，无我穿白。我穿白色。我今仔嘛袂记你穿咧。真的哦。真的啦。啊，你规日都放互袂记就好啊。真个嘛会当安尼嘛。对啊，你著出门啊，袂记就算了嘛。哎，冇影吼。对啊，你连免浪浪费油钱啊。唔是，唔免浪费时间搁伫遐咧穿。油钱甲时间搁伫遐穿啊咧。啊，有影咧吼。对啊，你著你后啦，你若明仔载开始。明仔载开始。那袂记准拄煞。啊，特别若做着阿弟阿娘，就是吼。尽量拢卖穿，尽量拢卖穿。嘿，啊，你著想讲个国王的新衣。哦，拢无穿，我感觉家己有穿。安尼足舒服的呢。哎，足舒服啊！你一厝拢无咧穿的安尼。无无无，我做平大穿。真的呀。对对对。哦，安尼较费气，哎，较唔免费气爱烫啦。对啊。对啊，就直接安尼吼，看老公的安尼。真的啊。老公的嘛无一定较好看。阮家厝边隔壁住足侪人呢。是哦，哎，拢习惯啦。愈搬愈侪人。愈搬愈侪人。拢无咧穿啊。对对对。安尼你隔壁。